各位呢，您把我们 Focus ID 是打开，因为我现在给各位装的是国际版的，好，国际版的。那当然你可以到它的官方网站稍微去看一下，它的官方网站您直接打 Focus Guide 也可以哈，或者从右手边有没有？这里有国际版的，点过去就从这边去下载了。那刚刚有跟各位提过了，最主要就是授权方案不同，基本上软体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如果是国际版的，它就是免费的，当然就 free。对不对？好，那但是付费的有没有可以按月缴交，也可以按年缴交的，或是企业版的这样。那如果是那个刚刚讲的简体版的，它就是买一次终身有效。好，那我现在关起来，怎么样把它换成中文语气？请你找到左上角这里，有没有看到一个 Help Display Language 就在这里，好，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您把它切换一下之后，您需要把软体重新打开。好，需要重新打开哈，所以它有告诉你，好，OK，那你关掉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告诉你有没有授权方案的，你就不用理它，就下面这里 close。好，现在呢就麻烦各位，你把，因为桌面上应该都会有那个图示哈，你装完了，它又会有那个捷径在桌面上，你就再重新把它打开一下，这样就会变中文的，就只有这个地方稍微留意一下，好，稍微留意一下，它就可以切换成功了。